25周年 Go！ 就休息了，吃饭的时间就觉得卡住。好像绑一条绳子在你们后面了，好像拉你，好像大学生，<笑>真的。哎呦，后面的加油！哎，我跟你讲，你再这样，你可能真的会被封杀。<笑>这里是我的人生巅峰了。 两个女生，一个骑脚踏车，一个骑摩托车，还能聊天，女生真的好厉害哦，真的好能聊哦，这就是男生跟女生的差别。我们耳机里面听到都是两个女生在讲话的声音，好强哦！我觉得你可以转行哎，哎，很厉害，哎，很厉害，大家一起骑还OK。我觉得你转，我觉得你转行你会变最美运动员，真的吗？真的。 好漂亮哦！哇，这边好漂亮哦！对，这气氛好漂亮哦！奇怪，今天也帮拍照了。海边，海边。哎，这里超美，你骑前面，你骑前面，一二三，跟着对，跟着摄影师的，我看着你美丽的背影。很美。看着我的女朋友。再往前，再往前。好，再一个，再一个。 再往前一点，要照他们前方。来喽，一二三，好了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哎，我们从那个加油团，然后变摄影队。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帮你拍照，一二三，哎，这里超美，超美，超美。哦，再往前，好了。再往前一点，好，一二三。 今天会跟我们一天吗？今天不会，会在我的家乡的范围里面送你们，<笑>送你们，送我们离开，送你们离开这桃园地区。OK， 意思就是说我只能坐这台摩托车在这个桃园地区。对，超。
桃竹苗，也就是说我到新竹我就要自己骑车，在我的视力范围之外你到底好痛苦啊。你的人生有运动这么长时间过吗？没有没有，同一天我最久就是有一次那个我们球赛跳了6个小时，连续吗？就是跨夜，对，跨夜，然后跟之前有那个双重赛，可是双重赛没有那么累，因为中间有休息。那也很厉害啊，连续跳6小时不容易。也差，对啊，所以那个已经是我最长的极限。但这一次不是啊，这一次要3天呢。那比起来，你觉得今天整天跟今天比起来？我觉得会是这3天。鞋子哥还好吗？啊？鞋子哥还好吗？大腿很酸。我们其他都还好，我们可以交换、屁股很痛，我们可以交换。啊？我们可以交换？不要啦，都已经这样了。都已经这样了。没有。也不知道你要坐多远啊。你知道鞋子哥说到交换的时候，那瞬间他有多 man 吗？他超 man， 超 man， 超 man， 超有同事爱，赞赞。他整个成为我心中最尊敬的那个哥，真的是。你说就是最棒的英雄。他不只是偶像，他是我心中永远的哥。可是就算你这样讲，你有可能还是最后一次来饥饿。值得了，再到你我值得了。哎呦，谢谢。我找粉丝羡慕我在你，人生到底谁能够拜到女神？对不对？